川普真的是恬不知耻啊，对不对？最近又他妈恬不知耻的，美国现在死了，感染人数，新冠感染人数300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昨天7月8号一天感染人数61000人，创造了世界纪录啊，死了137000人了。结果他说，美国的这个死亡率是全世界最低，我顶你个肺，很尬惨呐、啊，你全家死光了，我顶你个肺呀、啊！妈了个逼的，300万人感染，死了137000人，全世界第一，占全世界死亡人口的1/4。他妈，他说死亡率最低啊！你川普全家死光的话，那美国人就不会再死光了。我顶你个肺，很尬惨的，这个人渣 ，trash， 这个 liar， 这个 traitor， 川普真的他妈真就是人中之渣啊！我操你妈了个逼的，顶你个肺，很尬惨的，去死啊！死都不解恨的，美国人他妈。